给大家分享他的看完的心得。我们先来琪琪吃了很好吃的美味的炸香蕉之后，也喝到很好喝的红茶，那刚刚也开始那个看到今天第一场的光雕秀，然后我很感动的是，我觉得这个光雕秀里面让我被感动，是我觉得它给琪琪人带来很大的一个鼓励的力量，因为我们看见他们曾经有一个很辉煌的历史。然后就是我们刚刚跟阿婆买香蕉的时候，他有说他看那个木那个晒玉木材的车，他觉得好有共鸣，所以我觉得我也听着阿婆讲的这个共鸣，在看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哇，这是一个给机器人很大的鼓励，跟一个朋友带来盼望，还有一个安慰的一个元宵的灯展。再酷炫的灯光其实都会结束，但是我觉得看见一个灯光秀可以带给当地的镇民他们很大的希望，然后甚至我们知道曾经这里走过921很大的苦难。我记得我以前常常喜欢来骑骑跟家人来骑脚踏车，我知道这里曾经会地震倒塌的，但是没想到这个秀把这个地震的故事带出来，但是却给人心一个很大的鼓励，方便这个很大的苦难，哇，这是一个很带来安慰鼓励振奋人心的一个鼓励，大家来骑骑看。对，要到什么时候？二月九号。二月九号。每天有几场？每天有几场呢？每天有五场，整点跟半点的时候播出。对，好。然后你看见琪琪的历史，再来看这个灯光秀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它会是一个你很难忘记的一个元宵节。嗯，而且琪琪这样大小小，但是都还蛮有人情味的。对对对，就是很有那种就是人情味，然后很温馨。对，然后欢迎大家可以来一起来，然后对，然后享受一个悠闲的假日的下午，你可以先来骑个脚踏车，留下来在路边买个小吃，然后看一些互动的灯展，最后留下来这里看灯光秀，很棒，对，很棒。嗯。